吵架待几天？你怎么突然回了家？我爸妈去外地了，家里没人照看。你还跟我一起去，好像没人。啊？你要不去的话，你就好几天看不到我了吗？嗯，不去，我还上班呢。嗯。喂。啊？喂。不是，你让我来干活的。那不然呢？走，我先带你参观一下。哦。这两天是放牛的。我天哪，那么多牛啊！你家一共多少头牛啊？现在应该200多。哦。怎么样？我带你看，这也是羊。哇，嗯，这羊，羊有多少啊？现在有100头左右吧。哦，天哪！你看，你看那羊、呆呆的，像不像你？嗯，像你。还有小羊呢，这刚出生没几天。哇，好可爱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去诺阳饲料问一下他们，先在这里。哦，好。这里就是饲料间了，平常弄饲料的地方。哦，不是你自己会吗？我当然会啊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叫我一下之后我们开始。啊。干嘛要给你做好吃的？哎呀，好。吃饭。啊？你跟我老师洗一下吃饭。啊、哦，行。累死了。妈妈，你说了好吃的就面条。家里没菜了，别点。哎，好，你烧什么我都喜欢吃。嗯，对了，今晚我们住酒店吧，家里乱糟糟。没事儿，你就住这吧，省点钱嘛。我是来干活的，又不是来享受的。好吧。哎，小兰。你今天干嘛去？今天我们去打点草料吧。怎么打？你去就知道了，看我。好，妈妈，你确定你要开这个大家伙啊？对啊。不是，这机器你会看吗？没事。不是，你下来，还是别开了吧。哎、你下来，我不放心，我们用笨办法吧。哎呀，手哥太慢了，放心，你肯定回来。哎，没事。你搞慢点。我天哪！我天哪，他看得有模有样的。慢一点，注意点。这玩的溜得不得了。天，你那么大机器玩那么溜啊？这些机器我都会，平常放假的时候不想帮我爸妈带。好吧。那我们再弄点甘草。不，怎么还弄甘草啊？因为我家牛跟我说他喜欢这种吃。啊？不是。啊。你请了几天假？嗯。你这次请了几天假？请了几？不是干嘛？我爸妈可能明天就回来了。啊？你先拿着，我那个我先走了，我不干，我真走了。